光头，没有人跟我来是吧？没关系，我自己来。哎呀，我靠，没咬到！这个小光头，哎，居然没咬到，可恶！我刚下口，口都下下去了，那咬这个蜘蛛的那个抠都出来了都。不要害怕，没有关系。远程 Q 伤害低，不是说我不咬，远程的 Q 是按当前生命值百分比的吧？远程的 Q 不一定能打得死，明白不？这波双杀不错。血钻肯定是血钻的，你知道吗？那肯定是血钻的。这还不血钻，就是我们没拿到人头吧，这有两个大眼珠子。我看看这个蜘蛛回城的这个小蜘蛛跟我们变成蜘蛛的小蜘蛛一不一样，一样啊，好像是一样的。这小南瓜，升个三，兄弟，差点升三，差半级。这炮车好像不好收了呀，他不让收。等一会儿啊，别急，推一打半了，直接杀 ADC 啊！你跟我蜘蛛比爆发，小伙子，推！这小兵补的可不好啊，往哪走来？喂，你说你呀、还得上子弹，让我们是塔杀可以接受啊。这是可以接受的。326块钱还行。猴哥不玩新英雄呀？新英雄 PBE 出了吗？那是个辅助啊。可以明天玩，没有关系，不着急。我们先进草丛啊，这波阴他们一波，勾引一下。只要我捆到卡莎，他就死。来勾引一下。
我上了啊。哎，小伙子，来跳起来，咬咬，不打了，你有强攻算了，来往前来死了，这波往回忆，我操，不走位，推你大爷的，你居然不走位，我是没想到的啊。这小子怎么不走位呢？来，往前走，给你个 W 溜炸，好，来个针眼啊，我要上了，直接捆吧，这能捆到就捆，捆不到就拉倒吧，就这个位置直接就捆，我们有飞天不怕啊，捆 W，这波玩的有点吃了，你知道吗？嗨呀，兄弟，谢亏呀，这波玩的没玩好，这波没玩好，正常玩好了，不失误的话，应该能杀一个到两个左右。我技能都没放出来，我就死了，你直接下吧，直接下去就可以了。这刚好过来呀，这。这里正好有眼儿，这波你不双杀兄弟，不双杀来，这螳螂这都双杀不了，我是没想到的啊！来，直接闪现一打吧妞，接个推，杀小光头啊，一枪都没中，我靠！这里有个眼儿，帮我排一下。来，我们直接走到这个塔后边这个位置啊。先往草丛里边插个眼儿。哎，你大爷的！我把这草丛眼儿给他拔了。直接来呀，兄弟啊！当然不来也可以，我们可以站在这里，先等一下啊。卡莎 W 应该用，他肯定会往这里头插眼，别着急啊，别着急。呀，吐错了，不好意思。有小兵旁边，不好捆。捆到基本上就是死了，捆谁谁死。他两个人，每个人都很脆，捆着哪个哪个死。来，你猜，10块钱给你，就怕捆不着。有小兵不好捆。不信了呢，啊，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的呢，小伙子，推 W 一捆住踩飞天，其实刚才这波薛飞有点危险的。
等我们来一个暗夜收割者。哎呦呦呦！啊，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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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飞天！给我杀，兄弟！给我杀！哎，要点。我们可以复 E， 也可以复 W， 这都可以。把这下路塔给他拆了。哎，这乌鸦炸这么远，我操！复 W 吧，先点个二级 W。快拆了一些塔，给他拔了，拔完我们好游走起来了，回家了。先来一个暗夜收割者。下件装备，我觉得以对面的这种阵容来讲，下件装备我们可能得出沙漏。控制有点多，我可能会死。啊，沙漏一些塔早没了，沙漏是谁呀？武器大师。还行吧，我们中路帮大头反蹲一波啊，这大头可能会被干。这点烟套的什么意思？你还能把他射死啊？你要能把他射死，小伙子，那你是可是真是厉害了。这里头有眼儿。中，呸！咬！谁来了？武器大师啊！呸！一 W 点烟咬，行的。哎，你马上推中路！打条小龙过来，嗯，小光头挺大个脑袋啊，呦杀我，快走，天脑龙，天脑龙，兄弟们，来捆住 W， 接个 Q， 咦，这卡莎居然人儿不见了，哎，他捡了口屎吃，中。哎，漂亮，这都能逮到啊，呵呵，建模的聘为1993，这确实是行啊。我们来本小书呀，我没假窃魂卷呢，我居然没出没假窃魂卷，算了，一会儿再出吧。
以前的蜘蛛上路、中路打野、辅助这都能玩，只不过这是削了。呸！你怎么的呢？你跟我打，小伙子，我可没想到啊！对不起。哎呀，我这钉都没钉，他怎么打人这么痛啊？我的天哪！好疼啊，这阿木木啊，别打了，死了。上路守一下呀、啊、不过我们家人都推到中路了，也可以接受啊。推捆 W 咬致命点炎，哎，闪现一个啃，我这大师还是很脆的。你有阿木木那么幼吗，小伙子？真不是我说。把上路的塔给他拆了吧，我们先上路发育一波吧。这家伙这上路也没人来，你说。那只能我收了。我都这么半天，我才补了25个刀。这武器能气死他，这发育这么好，他每回都是我杀他，好几回了都是我杀的他呀。清兵规则了，把上塔拔了吧。呢兄弟们，我美甲窃魂卷了，这你能打过我？呸！不用捆他，这种小脆皮儿，捆都不用捆。回家了，我们 E 技能加的多一点啊 ，E 技能加的多一点，那个捆人的时间能长一点。对面都是水银鞋，我们得附加 E， 不附 E 的话捆不住。那捆那阿木木就0.几秒，那技能都不够打的。哎，这英雄不削是真的是玩不了啊！我说太幼了，这东西。我也得来吧，我也得来把这阿木木，下把我们玩个阿木木，阿木木，哎呀，我的惨了，小老弟。假装推上路啊，其实是真推上路。好右好右啊，你怎么的，你怎么的捆 W 点炎，杀木木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赶紧起飞。再见了兄弟，溜了溜了溜了，看一下有没有人啊，在这等一下。
怎么没人了呢？他们家人哪去了？打大龙去了？哎，这我杀你呗，小老弟，大头，大头儿子。耶，这怎么回事？哎，这不应该落到这边吗？嘿 ，hello。我这带斩杀的小伙子，打个小龙吧。我将为他们展示恐怖的神器。回家。来个小法穿，抽完这个实在不行，一会儿辅助装我们不要了，我们换一个那个什么来着，换个猫子，投降了，来一把阿木木啊，这不整一把阿木木上单，天哪，让我看看啊。